谁，国王嘛，那个年纪不大，按咱们说法，他就是一位九零后，但是他的成就却是非凡，他获得了2011年在多尔多尔欧洲锦标赛短节目男子单人滑冠军。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对组合，来自俄罗斯。他们2010年才开始，在这之前是非常非常优秀的花样滑冰选手。他们在2011年获得世锦赛亚军，2012年获得世锦赛亚军，2012年获得欧锦赛冠军。各位，掌声有请。